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门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，这个牌两对字牌，这种起手牌肯定是有想法的，现在万字比较多，准备开两对做一把混一色去。怎么感觉下家像是要听牌了呀？我刚有想法，外面就来了一个天敲啊，出师不利啊。想法刚有，别人就听，那也不管了，碰西风打九条。天敲有何惧？该做牌还是要做。接着再打一筒，打一筒不如先打六筒。既然要做牌，这个六筒早晚要扔啊。来北风再打一筒，混一色一上张。小家不会听在慢子里吧？对家打北风，碰北风混一色听牌了，再拼一张六筒，下家不要。让我们看看下家听什么？下家听的是对的，他的牌不一定有我的好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总算是和下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下家天敲听的是三筒七万对的。都是属于尖张，肯定是没一四万好，但是我的牌也是很明显的，是个万字的混一色，所以说另外两家打万字概率也比较小。抓花，一万杠开，开心快乐，混一色炸开，六个花56分，加个苍蝇61分。看一下第二副，抓进二筒，这个牌就是一上张。也算是起手不错的一副牌，抓两万听牌了。上家打三条点炮，两个花6分，加个苍蝇11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起手无花，看看这个牌有没有机会做一个无花果。这个牌缺搭子。抓花杠八条搭子齐了，但是无花果做不成了。现在就是一进张。这个六九条不多了，抓七筒进来打八筒。换一个四人抬轿，对家应该是在做条子，我上家搞不好是碰碰胡，八条打出来，说明上家碰碰胡无疑了。第一次感觉这个轿子抬得也挺累的，
不来条子就算了，这个腕子怎么也摸不到。下家停牌了，我的牌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，总归是以安全牌为主了。抓七条能停牌了，这个牌不管是6条还是8条，下家应该都不要，随便打一张。对家打5万点炮。一个人打了4个5万，3个花8分，加个苍蝇12分。